爸爸妈妈说，毕了业就找份工作，只要拼搏一定会有收获。往往理想多丰满，现实多窘迫。比如发现你的领导是你曾经同桌 ，Damn， 从不喝咖啡，现在冰美事情变成了标配。从前不爱和人斗嘴，现在三两句话就能把别人怼到掉泪。看着镜子里的那个 homie， 他好像有点疲惫，又老了几岁。所以不要以为等 work hard 换个活法，要懂得配合，中间还有机会。提得起我也能放得下，听我内心的话，让他们先跑也无妨，反正都会到达。提得起我也能放得下，烦恼都忘了他，要活出自己的模样，我的人生就给足自由吧。老板每天画饼，小红书。